家庭中的人物拼搏又努力，哪怕有过再多不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虚部，虚部嘛就是这个假的意思，其实它的重心力量全部在咱们这个支撑腿上面。在练这个虚部之前，先增加这个支撑腿力量练习。随着这个力量增加，咱们慢慢去对这个虚部。希望大家循序渐进，仅供参考，感谢支持。对自己的木云桩啊，要珍惜它，要爱护它，因为木云桩会陪伴你走很长很长的路，所以说久不久要打扫干净啊，把桩上这些灰尘呢，把它擦干净啊，保持干净啊，看着比较啊，心情呢比较好很多啊。如果太长时间不打扫啊，那真的太多灰了啊，要经常打扫一下，要疼爱它，珍惜它。